贵州师范大学升旗仪式现在开始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，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盛中国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新中国。共产党是老为民族，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，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，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。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，他改写了人民生活，他建设了以后根据地，他实现了民主好处多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作为一名大学生，我知道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一定将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融入到生活还有学习当中去。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，在这里我祝愿我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繁荣昌盛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在党的100周年之际，我希望我们的党可以青春永驻，岁月永存。在这里真心的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生日快乐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，我们的国家可以变得越来越美好，我们也可以过得越来越幸福。峥嵘岁月，自强不息，党在我心，筑梦前行。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生日快乐。